叶豪华的真情告白，大家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可能两个礼拜。两个多月不见了，现场不算，好不好？现场不算。Hello Hello。专心直播，今天开一个半，谢谢小猪的告白气球，谢谢。今天开一个半，或是不知道会不会更久，不一定，看今天的节奏，看今天节奏如何。如果节奏非常非常非常之顺的话，那可能会开到两个也说不定，不知道。谢谢补档的会员，什么东西的会员票。谢谢，顺的话一路看到早上吗？大家要确定耶，大家明天还要看看那个公演呢，大家明天还要看公演呢。确定这样子没有问题吗？就是现场睡，等一下这样很不尊重现场成员哦，不可以哦。谢谢吉米粥的香槟 level 2，谢谢吉米粥。开到明天早上怎么疯狂啊？如果玩游戏的话，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吧。晚安晚安，谢谢帅欢的告白气球，谢谢。活动期间人是不需要睡眠的，还给我生气，生什么气呀、啊？谢谢文最闪亮，感觉好像很久没有看公演了，明天就会看到喽，祝大家明天看得开心。晚餐吃了吗？晚餐吃了，跟大家说我今天吃了烤肉，需要充足的睡眠。你看吧，还是有人说，还是有人是偏正常人，好不好？很想我吗？收到好多很想我的留言，想你们呀，想你们，我也想你们。因为你是年轻人，嗯，确定耶？超过哎，你超过十几岁了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哎，我不是很确定哎。我原本想说超过。确定还要说自己是年轻人吗？确定吗？为什么瑞婷直播都不弄刘海？因为瑞婷觉得刘海十分之麻烦。瑞婷在有活动的时候才会开启刘海，才会用刘海。而且我现在刘海太长，大家想看吗？就是我现在我很懒得去剪刘海，然后我会自己剪，但我自己剪都剪得很短很短。等一下，这个问题等一下再说，就是我都剪得很短很短，所以基本上很快就会长长。我现在刘海差不多这么长，大家看得到吗？长这样，
我没有很喜欢拔，我现在我觉得留法很麻烦，因为我很讨厌头发盖到眼睛，就是 一点点，可能眉毛，就是可能这边的话，我就会觉得很不开心，我就会觉得很烦躁，所以呢，我就不是很喜欢那么长的刘海，我就会把它拨到旁边。对，所以就是有活动的话，我才会开始剪刘海，然后可能活动过完之后，可能我剪个几公分，0.5公分之类的。然后活动过完，可能3天它又开始长长了，我就会把它拨到旁边。想想雷姆吗？不好意思，我不是动漫人物，我现在活在三次元。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可以活在二次元的话，我也想要像他一样那么可爱。我膝盖好好休息，没错，我今天也充分体会到我膝盖真的要好好休息。我膝盖真的。就是有在好好休息，没有错，对对，有在好好休息，会好好休息的。我今天走了一些路，然后我就有一点没有办法，就只是光走路我就有一点吃力的部分，但是会好好休息，会变好的，会变好的，大家不用太担心，大家不用太担心。但今天走的路也不是很平常的走路，今天就是好像有走特别多路，所以。是个例外了。超过20就不年轻了吗？我没有绝对这么说，我觉得人只要灵魂是年轻的，永远都是年轻的，好吗？这是没有在客套，我是认真这么想的。就是你就算70、80，你的灵魂很年轻的话，你看起来也是很年轻。大家都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散发出来的气场吗？气质也会是年轻。虽然明天让你妈妈出起来，想要穿那天就看马尔济，好暖哦，好暖哦，太暖了，暖到我心，暖到我心，谢谢谢谢。到鼻子也太长了吧？到鼻子偏中二哦，我不是宫村，不好意思。看不见未来吗？那你也幽默哦，比较喜欢没刘海吗？太好了，那你可能会更喜欢看我直播，因为我直播都没有刘海，但是基本上我听到的都是比较喜欢有刘海。我是觉得没差，因为我觉得其实长得都一样嘛，只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怎么讲，比较乖吗？比较幼气一点。要称呼爷爷吗？是没有到这么严重啦。喜欢露额头的我，真的假的？就是会烦躁。为什么以20当界限呢？没有没有没有以20当界限啦，没有以20当界限。对，我的体育课基本上我有跟老师说，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在旁边坐着。我就在旁边坐着，我就会直接在旁边睡觉。我会直接有地方躺的话，我会直接开始躺下来然后睡觉。我跟大家说，我最近事情很多，然后怎么样，压力很大嘛，也不是这么说，反正就是可能也是潜意识压力很大吧。然后就长了好几颗痘痘，大家是不是看不到？大家有看吗？微微凸起，就是我的痘痘，它是深层的，它是在里面的，所以很痛。它不是在外面很明显的那种，它是就是会凸起来一个这样子。大家要帮我可以帮我痘痘取名字，大家如果想取的话，但它很快就消了。而且为什么会突然讲到长痘这件事情？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常长痘痘的人，然后最近就是突然开始有点狂暴，我的痘痘突然有点猖狂，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要好好休息耶。我最近休息的比较不规律一点。因为有事情要忙，你的腰最近很常闪到吗？太好了，快说故事给我听，快说故事给我听，还是不太舒服吗？会好好休息，会好好休息。要剪个2公分吧，差不多。波流还样子好帅，谢谢，很棒的称赞，我喜欢别人这样称赞。因为不青春了，你再说一次，你再说一次。
Hello，Hello，Hello。因为他感觉比较帅气嘛，太好了。我发现啊，就是可爱之余，我真的很喜欢被说帅气，就是不管是个性还是外表。可是我的帅气不是，哥哥你摇汤很大声呢，就是个性或是外表。可是外表的帅气不是那种典型的帅气，就是怎么讲，就是一个气质，大家懂。被说帅气的话会很开心，可能会比说可爱还开心。你的圣诞 T 很常出现在你妹衣柜，因为你妈觉得风格不是你会穿的。不会啊，这是一个反差萌的感觉，好不好？反差萌，不然给你妹妹穿我也会很开心啊。如果你妹妹愿意穿我的圣诞 T 的话，看不太到，因为浪有开美颜啦。在里面的这对啊，就是超痛的。我只要就是可能拨了刘海，然后就会戳到，然后就这样。谢谢傅伟的带你去流浪 Level Two， 谢谢傅伟。无用资深，我猜你要打无用资讯啦，真的蛮无用的。谢谢 Rain 的梦幻泡泡，谢谢。对，我最近作息神之不正常，因为最近刚好断考，然后又有很多事情要忙，就是非常之恐怖这样子。挤出来吗？它是深层的，深层没有办法挤啊，因为它是长在里面的。大家有懂我的深层的意思吗？它是长在皮肤里面的，所以它只会凸出来，就是皮肤表面会这样子，嘣，这样子飞了，你不会看到它。我有帅气的气场吗？太好了，会慢慢培养更多帅气的气场。对，很痛，真的很痛。如果青春痘长头顶，洗头会抓到更痛。我长头顶的好像会直接抠掉，哎，反正又看不到。我长在头，我很少，因为我真的很少长痘痘，就是如果偶尔碰到的话，我就会就是我会把它硬抠，然后它就会掉。可能是不是很坚固的痘痘。没有白色的头吗？什么意思？哦，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它是长在里面的啊，有懂我意思吗？有白色的冒出来一点点，那种是外面的，那种是外层痘痘，我的是内层痘痘。但是内层痘痘会比较好，是因为对我来说会比较好，是因为比较好遮，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它不会很明显，它可能就是微微红红的，然后凸一个起来这样。可是外层痘痘就会很明显，因为它就是一整颗红色在那边。大家有懂吗？有 get 到吗？为什么要突然开始讲痘痘？真的是非常的无解。长在人中哦。对啊，我会直接抠掉呀。十一点就昏睡，一两点就起床。再回你这样子真的是不行哎，大家请顾好身体好吗？我这样我因为我最近就是睡眠很不充足，所以我原本睡眠就偏不充足，但是就是我最近睡眠是极度不充足，然后又压力很大，然后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快撑不住了。所以大家就是请早点睡好吗？英雄什么？你还会讲青春的、喔？这是需要赢的事情吗？这需要，他会讲在你年轻的灵魂上。我是觉得你要把你的灵魂想得漂亮一点，灵魂长青春痘应该是先不要吧。居然还有分层，有哦，有长在外层跟内层的哦。长在人中，我好像没有长过人中，我都是长就是额头或是下巴。
但是我真的很不常长痘，所以就是特殊时期才会长痘，就是真的身体很差的时候才会长痘。羡慕未展，大家有什么好羡慕的？这个我没有体验过哎，但我听说过这些事情。大家也不用分享，就是你们长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的痘痘，我真的没有很感兴趣，真的没关系。可是我觉得我最常长到这地方可能是膝盖哦，哦真的哦，那额头是哪里不好啊？完蛋了。可爱的痘痘吗？太好了。对啊，话题怎么会变成这样？真的是无解耶，大家无解。膝盖会有多会啊？偶尔，没错、哦，就是膝盖哦。额头大概是刘海不好。等一下，完全无关，完全无关呢。大家都很精神病。等一下，等一下。大家到底是有什么大问题？我是不是很懂哦，不是很懂哦。手都好奇怪，哈哈哈。现在午休的人想睡，这很正常吧？老了就会这样啊！我跟你讲，我现在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想睡，我连现在我都想睡觉。我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想睡觉，心肺不太好，真的假的？我心肺不太好吗？啊，我觉得还好吧，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心肺没有特别差、啊。心肺不好吗？真假的？心肺哦、啊。大家有吃过猪心吗？我觉得猪心很好吃哎、欸。为什么会吃猪心？我吃猪心可能是，应该是我国中的时候吧。我国中的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会自己带便当，然后他便当里面有时候就会，就有一次他就出现猪心，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是什么，然后他就说猪心，我就说真假的好吃吗？他说好吃啊，我超喜欢吃的、欸，然后就吃了我就爱上。然后我之后就会开始吃猪血，便当袋猪血太高级吧？还好吧？猪身上没有什么不好吃吧？好像还蛮有道理的。鸡心哦，我好像忘，我不太记得鸡心的感觉怎么样？有没有牛心啊？有人吃牛心吗？不太喜欢。这样很多人年很多年轻人心肺，对啊，这样很多年轻人心肺都不好、欸。还是其实那个网络上的就是说长痘的那个位置，可能是以就是年纪岁数比较大的人，又要提到年纪，年纪岁数比较大的人比较适用这样，我还不太适用，不好意思。上班才过一分钟，我踏出家门一分钟我就不行了，只想原地躺下。猪头吃过吗？猪头皮吗？猪头皮的话好像吃过，猪大肠吃吗？吃。你只吃过菜心，菜心完全无关耶、欸、太突然了吧。这我们在讨论牛猪，然后你突然出现一个菜心。哦哦哦，我懂了，菜心哦。好，你也幽默耶、欸、好烦哦、喔、幽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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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心菜心，幽默啊！不行啊，大家要多讲冷笑话给我听啊，不然我会有点迟钝啊。太久没有听大家讲冷笑话了，还反应不过来。大家有更新哦，有更新哦。我退，对啊，我退步了啦。米手真的是，米手真的，哎、欸，
我一概不负责，就是有人如果就是去找你的话，我真的是一概不负责，一概不负责，一概不负责。鹅心，真的假的？有鹅心哦，猪脑袋哦，我有听过有人就是会吃动物的脑袋，但是那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吗？一首歌出事哎、欸，我一概不负责，就是大家的纷争，就是与我无关，与我无关，与我无关啦，保重。保重啊，保重，一路好走，一路好走，慢走不送，高歌离席。油油不行，油油啊，太油了，千万不要说恶心，恶心是怎样？耳朵有心吗？真是的，真假的，脑很补，我觉得那些可能偏迷信耶，不是，我跟大家说就是。我记得好像有人会吃一些，那叫什么啊？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濒危动物的一部分。但其实那些东西里面，就是它跟我们的指甲、跟我们的头发，好像就是蛋白质吧，就是没什么差。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不要为了，就是不要去吃那些听起来很稀有的动物，这样子它们濒危了真的很可惜。我们要保持生物多样性，好吗？太突然，突然很正经，但我是认真想讲了，认真想说。好，大家不要再油了，大家太油了，大家太油了，大家不要再油了，太油了，太油了，你们各位，你各位太油了。狼吞虎咽有几只动物？四只哦。不要，我不想猜了。哎、欸，大家发生真的纷争，我真的是一概不负责，就是不关我的事，高歌离席，高歌离席。高歌离席，高歌离席。地震的时候我在读书欸，我读很晚，我真的读书读很晚，地震的时候在读书。对，大家地震还好吗？就是摇很久很大。好摇，你各位真的不要那么摇，不要滑倒。华老超好笑。那时候在读书，然后我会放一个 study with me 的东西，这样我会比较专心一点。然后我就是边写，然后就看，因为我荧幕会跑，我不要，荧幕会跑，就是警报先跑嘛。然后跑了三秒，我就看好像什么东西，然后。大概三秒，然后想还没开始摇啊，然后就开始了。三秒后，真的是三，就基本上应该是三秒，就蛮久的，隔蛮久的。我就差不多是警报一出来就马上摇，就是警报一出来，然后好像有点太大声了。哥可以帮我把音乐吹小一点吗？好。然后就是摇超大又超久那种，然后我就冲出我的房间门，因为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地震我们就会先开门，方便逃走嘛。然后对，等了很久，我也没有到十秒，十秒太久，应该才三秒而已吧，三到五秒。然后我妈就起床，然后我们就一起到门口，然后我妈超好笑的，我妈真的很慌张，她真的好慌张，她就很慌张，然后就去跑，她很慌张，对不
每次第一次都超慌张的，这次特别慌张。对，因为这次摇特别久，他拿护照出来要逃难，然后他也就去拿一堆就是要逃命用的东西，他就说我要去拿东西，赶快逃，赶快逃这样。但其实我们家也不会逃，就是他就拿了一个手提袋，然后里面装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这样。然后我姐也起床，然后我哥没有出房门，但他应该是有起床。然后我姐还一出来就说，这是好久哦。然后坐在我哥门外的地板上，不知道是怎样，然后还转头问我哥说，你起床了吗？你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你赶快回你的房间。然后我就一直站在门口，然后手机拿手机，然后看着那个跟我一起读书的人，没有，那就是一个影片里的人，然后他就在那读书，然后我就等地震摇完，然后我才回去。然后因为有摇第二次，大家知道吗？然后摇第二次的时候，我也还在读。然后就突然又开始摇第二次，然后我就想说是怎样，然后我冲出去，但第二次摇得很快，大概才三秒就结束了，差不多就是这样。地震没有什么好怕的，就是记得做好趴下掩护稳住，然后赶快逃出去，把你的重要东西带好，好不好？没有什么好紧张的，也不用太担心我，没有什么好担心，大家请先顾好自己好吗？就是请不要第一时间请先想到你自己，先不要想到我。毕竟其实我们离很远，对。但大家想到我真的是很感动了，就是大家还有关心我的安危，就是谢谢大家。但希望大家地震的时候先想到自己最重要，你是你最重要的人，好吗？以前有人对我和 Miso 直接鞠躬跟大家说谢谢，友情，你的友情偏脆弱。不好的已经不能留言了，什么意思？OK， 不用玩起来吗？就是起不来也得起来，所以我就说我最近就是非常非常的忙。对，以下言论完全不代表我的立场，没错，大家的言论请自行负责。心里很近什么意思？不要再讲这个非常烂之冷笑话了。你很重，那你不要。好，那我也没有办法帮你，那你就不要吧。不是啊，不是哎、欸，你自己都放弃自己了，为什么还要别人不放弃你呢？没有啦，我知道你是开玩笑的啦。不要放弃自己了，好不好？不要放弃自己。这个性别不同没有办法就是相提并论好吗？那个身份也不太同，所以没有办法相提并论，就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事情，请不要这样子问我，我没有办法回答。没空管地震了，我没有办法回答，我没有办法回答。谢谢妈记得，这是什么、啊？舞台公演，谢谢妈记，耶、yeah ，谢谢。你是应该走心一下，对谁吗？对我吗？对我有什么好走心的吗？你要走心的应该是你的朋友吧。这样就要走心，欠班啊！这样就要走心。你好朋友，不予置评。我不知道，我觉得大家在我这里都是彼此的好朋友，好不好？在 chat 在聊天室的都是彼此的好朋友，谢谢帮就是彼此的好朋友，我希望谢谢帮是感情很好的人，一起支持喜欢的人是最好的事。太棒了吧，在座的各位都是你朋友，没错，在座的各位都是你朋友，
不包括我。我跟大家可以像朋友，但我不是大家的朋友。会，我会好好休息的，我会好好休息的。你终于站起来了，我躺着。大家很棒耶，大家，大家很有趣哦。几次来走心，几次来走心，不是我讲的，以下言论不代表瑞婷的发言，不代表我的立场。算，也不重要了。不好意思，我刚刚有说过，我可以跟大家很像朋友，但我不是大家的朋友，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啊，好烦啊！快点站起来，不行，我没有办法快速站起来，我的膝盖会负荷不了。对，我现在就是能动，能不动就不动，能不动就不动，能不动就不动，能不动就是我最好的休息，大家。没有人要当 V 的，以下言论不代表我的立场，不好意思，以下言论不代表我的立场。快速站起来会开一声吗？不会，但是会不舒服。可能就不用动了。有空闲，快躺一下。完全没有，没有空间了，不好意思，没有空间了。他们就是一堵墙。敌不动，我不动。好的，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谢谢淮淮的，这是什么甜蜜爱心？谢谢，谢谢淮淮，谢谢。好了，我们要来 Q&A， 但是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讲，就是都可以。就是慢慢来，一切都慢慢来，不需要有分怕的部分，这样子闲聊也是非常的不错。我觉得这个我自己 自己的遗传，上次直播有讲过，就是对我的膝盖比较比别人脆弱，然后刚好公演又刚好就是因为蹲跪动作很多，特别伤膝盖，所以真的没有，可能就是比较严重一点。没事，大家不用担心，大家不用担心。我衣服上的那个人是在往下看吗？没有，他就只是这样子站着而已。他是一个这样子的姿势哦，这样是 Billie Eilish 的衣服。继续讲什么冷笑话？欢迎大家讲冷笑话。会哦，会戴哦，但是其实护膝，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它就是微辅助这样，一定会戴，一定会戴。落枕不是落枕，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有态度的感觉，这是一个有态度的感觉，没有卖萌，这是一个有态度的感觉，这是一个有态度的感觉，它没有斜肩，也没有脊椎侧弯，这是一个有态度的感觉。这是一个有态度的感觉，大家，这是一个有态度的感觉。没有综艺摔，这是一个有态度的感觉。我就看你们还能编出，还能编出什么，还能编出什么荒唐的东西，鄙视众生的感觉。我没有这么说，这是一个有态度的感觉，这是一个态度啊。你们可能要去问 Billie Eilish 本人。Billy 本人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对着同事卖萌？结果脖子扭到了，我觉得同事一定会觉得，嗯，活该。他脚不用长，真假的？哎，真的，我现在才发现。喂，上班无聊，无聊到卖萌吗？那是真的偏无聊，哎，太无聊了吧。
对啊，这句话到底该吐槽哪里？我也很想问这句话到底该吐槽哪里。这句话到底该吐槽哪里呢？原来是一扎 pose 吗？完全跟一扎无关啊，绝对无关哦，不好意思。不会不会不会，目前大家 不用担心，目前大家不用太担心，不会，对，应该是不会的，就是只能多休息。我目前也没有这个打算，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帮你解个梦，梦到你肚子抽出一张石蕊试纸，浅黄色，浅黄色是什么？浅黄色是酸吧？浅黄色是偏酸吧？红色是酸吗？那不叫石蕊试纸，大家知道吗？石蕊试纸只有两个颜色，蓝色跟红色，那个是另外一个什么什么试纸，但那不是石蕊试纸。我小学自然还是有学好的，我还有做科展，大家。我小学有做科展欸，而且就是刚好有关石蕊试纸，广用是没错没错，太棒了，安莎太棒了，没错，广用试纸，哇，你真的是就是要这种很聪明的人啊。等一下，这个不在。Miso 真的是出事不负责哦，出事不负责，出事不负责哦，出事不负责。淮淮也是出事不负责，被同事就是我不知道哎、欸。同事有你这种同事一定觉得很欢乐。我真的会谢，如果我有这种同事，我真的会谢。请问这代表什么？只是卫生纸，没错，就是广用试纸。哎，大家真的是，真的是自己负责自己的言论哦，我真的自己概不负责，我真的很怕大家出事。没错，就是广用试纸。哎，怎么说？我的同事不会给同事犯脏吗？好像会，也不知道。可是那样子基本上。只会引来嫌弃的脸，我自己的想法应该是，我不知道。如果我朋友突然给我比爱心，我只会嫌弃他。我讲哪里？哦，小学的科展。哦，好，我先帮你解梦，好，我先帮你解梦。你的酸，我跟大家说，广用试纸的，广用试纸中性是绿色，然后。偏酸的话会变成黄色、橘色、红色，然后之后会，然后如果是偏碱的话就会是蓝色、紫色，是这样吧？我应该没有讲错吧？我讲错的话真的是偏丢脸哦，偏丢脸，讲错偏丢脸哦，偏丢脸哦，应该没有讲错吧？我小学自然有学好吧？应该是这样没错吧？好，反正这个就重点。重点是，大家都有更新哦，大家都有更新最新的 iOS 哦，很棒哦，很棒哦。对啊，广用试纸就是一个很彩虹的试纸，很可爱。好，我想一下，胃酸过多可以吗？胃酸过多，这算解梦吗？等一下，你这。哎、欸，你们真的是对一家各种不尊重，各种不尊重，零尊零尊啊，零尊哎、欸！我来讲一下我的，对啊，这个梦到底是有什么好？我你可能胃酸过多吧，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这算什么梦哎、欸，胃酸过多可以吗？好，我只能想出胃酸过多了这个解梦，不能更多了，不要耗我的脑力，我刚耗完。我要讲一下我小学做的科展，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小学做的科展，就是因为我对细胞很有兴趣，就是我对就
就是用显微镜看东西，或是我那时候刚好那时候又交到石蕊市跟广佑市那边嘛。然后我那时候做的实验就是把植，因为我记得有一个植物的叶子也可以当做那个类似石蕊试纸的功用，就是测酸碱这样。然后那时候我的科展的内容是把，那时候才小学，大家不要太苛求什么，我才小学，小学科展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东西，就是一个，就是纯粹就是一个可爱的东西。然后那个科展内容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学，然后还有我的自然老师，就是我提出的想法，他说还不错啊。然后就是去找各种植物的叶子或是花瓣，然后看哪一个也可以变成像石蕊试纸一样，这样就是试了很多种，但好像最终没有一个什么，没有什么一个结论，所以就是 fine。就还蛮有趣的啊，就是去做科展其实还蛮有趣的，而且那时候很开心，就是午休就不用待在教室。就是除了这些啊，这两个是课本上面有的，我们找的是课本上面没有的。怎么可能小学就植物萃取，太高级了吧，首先也要那个设备啊。不过我觉得不管做什么都是一个实验，不是都先有答案再去找吗？那才是，不是啊，实验就是要去实验东西啊，你有答案你干嘛还要实验？不一定啊，反正就只是一个，不知道欸，大家太认真了吧。这是小学的时候的一个小小实验，小小梦想，小小有趣的东西。你们现在几岁了？我小学的时候几岁？18，好意思啊？就是大家讲的东西，以你们现在年纪会知道，以我现在年纪当然也会知道啊。不是很懂大家想要讲什么，欸，我想分享就只是一个小学很可爱的一个经验分享给大家，就是大家怎么讲，算同理吗？可能要把自己带回小学的时候去看吧。你现在也不知道，说好不提年纪。红凤菜可以吗？我记得我好像有做过，哎，欸，我好像有做过红凤菜哦，喔，但是我忘记了，之后有机会再把那份报告我还留在我的资料夹里面，再拿出来给大家看，有机会的话。目前没有想要动的意思。那个一家跟平阳握手真的是大家自己出事自己负责哦。巧克力口味，但你还是坚持要散播爱，很好很好，同事有你这种同事一定很开心。同事给你饭你可以先存，等之后丢给，完全不相关哦。你怎么心眼光，等一下，大家的朋友是这样当的吗？大家的朋友是这样当的吗？是这样骚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要睡着了是不是？睡啊，你就睡啊，想睡就睡啊，关我什么事？红凤菜就是一种菜，讲废话。你小学的时候也才几岁，这不是重点好不好？大家都没有抓，大家都没有讲，没有抓到我讲话的重点，欸，跟大家聊天好难哦，大家怎么难聊天啊？大家太难聊天了吧？跟大家分享个小学可爱的实验，然后大家就一直批评，也没有批评啦，就是大家的回应让我觉得
天哪！好，我们不讲，我们不讲市值，好不好？我们不讲市值。不需要以后，我现在就已经懂了，好吗？不需要讲的，我不是很喜欢这种讲话方式，就是讲的好像怎么讲，这有一种上位者的感觉。嗯，我小学的时候养过蚕宝宝吗？有哦，我之前有分享过吧，我有养过。其实我原本是没有想要养的。蚕宝宝的，但是看到同学都有养，小时候就是这样，就是看到啊，同侪有，同侪要干嘛，就会想要干嘛。小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我现在不会，但是可能现在还是有人会吧，我不知道。欸，反正那时候就是明明没有想要养，然后好像我的朋友都要养，我想说，好吧，那我也养一下这样。然后我真的是照顾不来。照顾不来，然后我就，对，蚕宝宝是每个小学的回忆，对啊，但我是觉得，好像其实也不是需要养蚕宝宝了，这样子蚕宝宝偏可怜，是都被我们养死，还是大家有成功？大家有成功养成，就是大家有养成功吗？大家养蚕宝宝养成功吗？怎么说呢？我想要讲清楚的一点，不是说大家就是不能带死脑都跟你们聊天，不是这样啦。怎么讲？就是不是说大家不能分享大家的经历，而是大家讲话的方式要想一下。你可以想一下，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讲话，你会开心吗？如果你会开心，那我也是无话可说。嗯，就是我觉得预设别人可能先不懂这件事情吗？我不知道。就是让人不是很愉快。就是你怎么又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大家有懂我意思？好像你很老练，然后就是很啊的感觉。以后都不睡觉了，等一下，等一下，无关无关。为什么是你们对不起？想看小学做实验的可爱照片，我不知道有没有我在做实验的照片，但是有实验本身的照片，这样子。养到产卵，哇，你好厉害哦！但是这样不会越来越多吗？很可怕哎，这样会越来越多，很可怕哎，好可怕！我不行，我真的不行。真的？为什么？哎，蚕会变什么？完蛋了！你看，我们养蚕宝宝不会有结果，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蚕会变什么。好，我根本不知道蚕会变什么。后面就没你的事，极不负责，极不负责。被蚂蚁吃掉。哦，对，还有种绿豆，没错没错，还有种绿豆。我上一碰，我也是
我以前还敢把那个什么春象抓到我的手上、欸，鹅吗？哦，真的、哦。考虑一下，考虑一下。即失礼，即失礼。求老。就是大家讲话之前，还是要想一下，用一下脑子。不是说大家不用脑子的意思哦，这不是大家不要去解读反面的意思，好不好？就是还是要先想一下，先想一下再讲，世界更美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只是有时候大家讲话的时候还是要想一下会更好。当初种绿豆，林先生吗？谁会输人家？对啊，很难呢、欸。天牛，没有，但我喜欢吃皇帝豆。不喜欢吃皇帝豆是为什么？好像是因为以前就是幼稚园的汤里面有皇帝豆，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咬起来就是咬下去的时候很酷，然后我就蛮喜欢吃的，到现在都还不错。这里真好 QQ 啊！皇帝豆就是一种豆子，一种好吃的豆子。好哦。我们来念一下 QA， 慢慢念，慢慢聊。第一个是我指定你的生写真，谢谢。打到自己，有指定我生写真的人都很棒。大家这个月真的不指定，真的是可惜，可惜要不行，可惜要不行啊！真的是我为你们都可惜，可惜可惜。然后再来是喜欢最近新出道的女团吗？我现在真的很少在。看团体，我跟大家说，我最近沉迷于什么了？就是呢，我不是前阵子沉迷于动漫吗？我喜欢，就是我有在追偶像，我现在还是喜欢我的偶像，就是我还是有在追他们，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喜欢上别的偶像团体的感觉，就是真的是，已经我的偶像团体已经佛他们了的感觉，我的爱，我的偶像爱已经佛他们这样子。九层塔、哦、没有哎、欸，然后之后我不是在看动漫嘛，然后我最近其实又很忙嘛，然后前阵子又刚好就是没有那种那么想要看动漫的感觉，所以就最近一直都很停滞。我最近就是一直在动漫停滞期，所以大家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看的动漫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推荐给我会更快，大家可能推荐好看的动漫给我会更快。对，我现在我的偶像已经从很久以前就已经是我的 top 了，我的偶像已经就是还会增加一些别的，但是团体的话好像只剩他们这样子。订阅制哦，你可以问问看，这个我不确定哦。然后我最近又入了一个又新发现了一个领域，就是 VTuber。我最近。就是突然发，就是有一种，我觉得每次发现一个新的领域嘛，这算一个领域吗？就会有一种发现新世界的感觉，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又有一个未知的门打开了，这样我觉得很开心。就是不只是因为 VTuber， 就是有一种发现新。好烦啊！我真的好像越来越宅，但我真的觉得宅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我自己很开心，我变得越来越宅了，大家知道吗？就是我还是很喜欢我动漫那些角色，我还是很喜欢我的偶像，只是我现在又新入了一个，就是新入了一个
世界的感觉。对，但是我没有很专业，就是刚入萌新，我现在是萌新，我跟大家一样是萌新，大家是不是很喜欢说自己是萌新？没错，我是萌新，我现在是小萌新。然后看着有对啊，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啊，那一直体验新的东西很好，我可能可以理解大家为什么就是可能会当滴滴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关啦，但就是可能新喜欢上一样东西的时候满足感会更强吧，新奇的感觉这段时间会很快嘛，但是我觉得其实到老粉也没有什么不好啦，我对我的偶像团体真的是很老粉的、欸、可能已经五六年了吧，我还是很喜欢他们，只是没有像当初那么热情那么疯狂这样。大家真的是就是从我还没开始宅，然后到我现在变得可以说很宅，应该有没有到很宅，就是微宅的路上一直看着我这样，不接受老的部分，好好好，不接受就不接受。挺宅了吗？太好了，好开心哦！为什么讲到这个？喜欢这些新女团吗？我觉得新女团都很厉害耶，就是韩国的女团都很厉害，真的是，而且看他们年纪越来越小，就觉得岁月如梭啊，岁月如梭，嗯，好可怕哦，很厉害啊，但是没有到很关注。我现在关注的就是我以前喜欢的，或是对，就是那几个，我还是比较关注。如果以韩团来说，我可能还是比较关注。B 级吧，我很喜欢他们，他们真的好帅哦。神柳真是我的推，我是柳真的粉丝，他真的好棒。嗯，好了，我突然开始粉丝模式，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被允许的哦。现在吗？现在是喜欢一个团体，但是有一个最喜欢的这样子。手上突然有钱了吗？嗯，不知道哎、欸，希望我不会那么疯狂，毕竟还是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应该不会那么疯狂吧？我不知道。想尝试，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允许的，而且，我不是想要尝试，就是完全当那个角色，就是我会，像是我会想要。就是当我音的学生的感觉，大家有懂我意思吗？就是可能就只是穿他们制服，然后脸还是我，就是不会去 cos。对，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允许的。这个。而且现在也没有那个时间和金钱让我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如果就是想做的话，我也想要把它做到有一个水准，所以可能不是现在。你大家别这样想，是不是？好吧，好吧，等一下，等一下，我会尽量控制一下自己的手，剁手，剁手。你看，对啊，真的很恐怖，还是真的很恐怖，这件事情真的很恐怖。我真的还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看韩团，就是都从啊，他们都哥哥姐姐哥哥姐姐这样，然后看到太小了吧，太小了吧，这个年纪是怎么一回事的感觉，就是真的是有点还没有办法接受。目前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没有喜欢新的团体嘛，我不知道哎、欸。最喜欢谁？我可能需要保密一下，我不知道，目前还没有想要透露，但是先跟大家透露，我最近很沉迷于，可能到很沉迷哦，可能有这么疯哦，很沉迷于日本综艺跟 VTuber 啊啊！我哥给我看我喜欢的 VTuber 的东西，好好好好，谢谢。没有，但是我考试期间没有那么
那么夸张了。考试期间还是主要在考试跟其他要忙的事情上，因为就是这段时间事情是积在一起，就是他没有，就是重要的事情跟重要的事情就是会相撞的感觉，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还有口头禅吗？好奇看自己钱包就会慢慢集中喜欢集，可是我一直以来都是就是会先特别喜欢一个这样，然后再看整个，然后就会好喜欢全部，但我还是会最喜欢他。我发现我喜欢都是这样的，就会先喜欢一个，然后再开始喜欢很多人这样就是先喜欢这个，然后再喜欢他们团体，因为他们团体就是跟他很好，就是感情好的，我就觉得好可爱，好可爱哦。就透露一下他的口头禅 ，Anyway， 很开心，很开心，能成为大家最喜欢的几个是真的很开心，好，很开心，谢谢大家。好，我来看一下大家的冷笑话。他说冬天不适合练奶手公演，答案是梦之中，因为我都穿很少。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再来是，我会模仿 JoJo 的吗？不会，别想，别笑想，不会，别笑想。好，再来是另外一个冷笑话。大家如果冷笑话不服的话，听不懂吗？就是第一段的第二段歌，就是我出场唱的那一段。可是就是因为它听起来很像这一句歌词，就它其实不是这一句歌词，但它听起来很像这一句话。那不是，我想一下那句歌词是什么。火流窜横烧等待中，就你会选哪个？我会选啾啾力哦我会选啾啾力哦，意外吗？我会选啾啾力哦绝对不要等待中，绝对不要等待中，我会选啾啾力哦。哎，其实我真的蛮想尝试啾啾力的，尤其是那个往下的那个，大家知道吗？就是迪奥的那个，迪奥的那个，我特别想尝试那个，好想看啾啾力，不好意思，现在没有办法。好。点了一个汉堡，取餐时托盘上多放一杯可乐，这是副的吗？这是 drink。哥哥，你有听懂吗？有啊。啊！我听不懂，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再想一下。啊啊啊啊啊！我懂了，我懂了。这个有比较好，这个有比较冷一点。有比较冷一点，这是副的吗？原来是中英文的梗啊！原来是中英文的梗。好啦，专业，好，赞赞。再来是膝盖好一点吗？有在慢慢恢复哦，有在慢慢恢复，不用担心。然后我看电影的时候会吃什么吗？在家或者在电影院？嗯，在家的话。看我那时候想不想吃东西，如果我那时候是边吃午餐或是边吃晚餐的话，那我就会吃午餐或是晚餐。但如果你不是问这个话，我可能 不太会耶，可能偶尔心血来潮会想要吃个爆米花这样子，或是吉拿棒。但是我觉得吉拿棒还是要去吉拿棒专门的店比较好吃，我不知道，可能我比较挑，可能会吃爆米花吧。心血来潮的话，如果那一天很放纵自己的话，会吃爆米花跟喝个可乐之类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纯粹带水进去。但是我应该也不大会喝水，因为我怕会想上厕所，这样子很痛苦。哥哥，你可以，哥哥你，哥哥你可以帮我弄一下那个
音乐吗？它停掉了。拜托拜托。啊，就自己会停吗？又不是我的问题。谢谢你儿。Anyway， 下一题。下一个是一个冷笑话。刚进去一家餐厅，服务生说：“麻烦帮我量一下额温。”所以我就拿走他手中的额温枪帮他量。很不错，很不错。拜拜，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大家知道就是鼓掌是有技巧的吗？就是如果要拍的特别大声的话，我有特别研究过耶。小学的时候，因为小学的时候总是有几个人就是拍手会拍特别大声嘛，然后我就会想说，但怎么样才可以拍那么大声？我也想要试试看这样。然后我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这样拍哦，这样拍就会特别大声，就是有一个，反正教大家。如何鼓掌鼓大声这样子，然后突然留一个小小的空间，然后你就会特别大声。这样子拍的话不会很大声，这样子就是纯粹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表示吧，这就是比较像一个表示。我小学稍微有研究精神哦，就是可能好奇心比较旺盛，这样好奇心旺盛比较好吧，毕竟都活在这个世界上了，好奇心旺盛一点啊，对什么事情都好奇一点不是更好吗？突然滑到九九里的部分。再来是有想尝试其他不同风格的声写真吗？我觉得这个月的我觉得很棒哎，我想多尝试一点这个月的，我很喜欢哎。可爱的也很好，但是可爱的真的好多种。嗯，我想一下，这好难哦。我真的觉得就是决定声写主题的姐姐都很辛苦，因为他们真的会想不到还有什么主题，真的很厉害，给姐姐一个掌声，谢谢姐姐。好了，大家不要再水浊了，已经穿过了好吗？已经穿过了，不要再水浊了。大家水浊，我们有点为无言哦，为无言，无言薯条。哎，我很喜欢就是无言薯条之类的梗，大家懂吗？就是无言无言无言薯条，然后怪到不行，怪到积德这种。我真的很喜欢怪到鸡的，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觉得很棒。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类型的笑话，超对啊，超老的，但就是喜欢，就是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哦，婚纱声写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哦，可以尝试一下，但不要叫婚纱啦，我觉得叫伴娘声写会比较好。直视也蛮好的、啊，还有什么怪到鸡的？怪盗基德是一个那个，蓝瘦香菇，蓝瘦香菇比较不一样，蓝瘦香菇是难受香菇，所以蓝瘦香菇。但是，哎、欸，你们真的是零尊重，你们真的是哦，怎么讲？就是，就是可能这个词后面接什么东西这样子，可能。啊，这好难讲哦，就是怪到不行，然后怪到积德，这样要懂吗？这样有懂吗？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后面接一个新词的感觉，就很无聊。我觉得蛮应该算是蔡哥梗的感觉吧，就是会让人很无言，但是我会很喜欢，我特别喜欢了我自己。好，还有什么风格的想尝试？嗯，我想尝试。
好难哦，真的好难哦，就是差不多这种瑞亭亭玉立这种就还不错，对，就差不多这种，就是很尴尬，很尴尬，我就觉得很好笑，但是要看时机讲，讲的时机很重要。我想一下，还有什么风格哦？不知道，好难哦。哎，真的好难哦，真的想不到哎。像大的面壁 ，scoy 面壁 ，scoy 面，这我看不懂哎。一家斋人，这个还好。你不要在那边自己要别人念叠字，我不会上当的，我不会上当，我不会上当。还有什么风格哦？面壁思过哦，面壁思过，这个有一点偏难，我有点难，有点难转。我觉得就是比较好转的会比较好笑，因为如果你想太久，然后你等的时候，你就哦，就这样，这个感觉，大家懂吗？没有没有，我没有要批评 Steph 姐姐的创意的 ，Steph 姐的创意永远是第一名的，第一名 ，Steph 姐太棒了，姐姐你最棒了，创意第一名。我想一下有什么，清纯的，就是很青春、阳光的那种，大家懂吗？就是。纯日本高中生的感觉，虽然我们已经有拍过高中制服，但还是就是纯日本高中生，就是又是不一样的风格，青春，特别，对啊，我忘记了，但现在每都，可能是发型的问题吧，我的发型，可能是我的发型，因为我的发型是双马尾嘛。感觉马尾会比较会更清纯嘛，更女高中生这样。没有，都有在想，都有在想。还有什么、啊？我觉得就是怎么那个什么提。提线木偶、提线玩偶那种的，也可以尝试一下。哎、欸，你们真的不要自己黑自己的偶像哎、欸，好烦哦、喔。提线木偶的话，感觉还不错，也蛮想尝试的。还有什么？真的好难哦、喔，真的想不到哎、欸，姐姐真的好厉害哦、喔，真的想不到哎、欸，真的想不到。想不到哎、欸，天哪！哎、欸，我真的想不到哎、欸，太难了，太难了。他自己，那种的之类的，还有什么、啊？好难哦，真的好难哦。姐姐真的太厉害了，真的是真的会想不出来耶，真的会想不出来耶，我现在想到的东西都超怪的，什么作家式系列之类的，无解无解，可爱作家式，大家懂吗？居家感作家式，旁边可能放一个洗衣机，然后可爱的洗衣袋，可爱的娃娃拿去洗这种。好荒唐啊！画家蛮好的吧？画家，对，成本太高 ，pass。不是围裙，就是没有围裙。大家为什么一定要想要围裙？没有围裙，你洗衣服你会用围裙吗？不会啊，没有用围裙啦。画
家蛮好的吧？画家，仔仔身仔身体好哦，可是仔仔身体应该会有版权问题。电竞少女之类的。哦，哎，很棒哎，仔仔身体好棒哦，感觉很可爱。电竞少女或是小画家，就是放一个画框，然后小画家这样，好像是不错。哎、欸，不错哎、欸，刚刚还在那边好难好难怎么踩到，现在就不错哎、欸，我觉得我想的 idea 很好，是吧？蛮好的吧？哎、欸，我一直很想戴那种猫耳的耳机，大家知道吗？就是有猫耳朵的耳机，那种好可爱哦、喔！我想要拍一组那样的照片，但我没有。男装升血吗？男装升血很难的、欸，因为其实我觉得男装就是要找到是适合自己的男装风格，就是不是全部的男装大家都是。太重了吧，太重了吧，那运费很贵耶。好，差不多这题就到这里。下一题是，下一题是一个冷笑话。好，这个冷笑话非常的旧，就是爱哭的鬼叫爱哭鬼。动物森血没出过吗？那动物森血也可以啊，动物森血就是动物装嘛。贪吃鬼叫贪吃鬼，那挡路的鬼叫什么？叫救鬼。这个太旧了啦，这个旧到不行了，这个太旧鬼，这个太旧了，救鬼救鬼，这个太旧了，不行，太旧了，救鬼，真的救鬼。我觉得好笑的是，好笑的是我说太旧了，救鬼比较好笑。他有 get 到吗？就是救鬼不好笑，但是这个太旧了，所以救鬼这个比较好笑。对啊，这个太旧了啦，救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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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旧了，不行不行。好，下一个，下一个是。忙到两个礼拜没跟到直播了，听说早上是因为膝盖还没好，没错。忙到也辛苦了，辛苦了，大家上班辛苦了，加油加油。然后最近看到很多人都有灯箱，不知道能不能听听，问你对灯箱有什么想法？我对灯箱的想法就是非常好，太棒了，超赞。我记得我之前可能有跟大家说过，就是灯箱是我从，就是从还没进这个团体，我就已经很从，就是我觉得有灯箱的偶像，非常的偶像，这样子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个灯箱的话，我会感动到哭吧，就是因为灯箱是我一直以来的，不是，就是这是真心的，就是。从很久很久以前，我就一直觉得灯箱是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偶像的，就是象征的感觉。不是说有这个才是偶像，只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象征吧。对。然后为什么这个一直跑绿绿的那个通知啊？它真的是跑不停。对，然后我一直非常非常向往，就是如果我有一天有一个灯箱，就会有一种。好像我觉得登山算是我的一个偶像里程碑吧，就是我的偶像的路途中其实有很我自己也有设一些里程碑，登山就是其中一个偏大的里程碑，我自己是这么想，就是如果我真的有登山的话，我会真的很感动耶、欸、怎么办，我现在就已经想到如果我登山的话我会多开心啊。等一下，好，我先冷静一下。对，就是对，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不是因为看到就是很多成员有，所以才有这个想法，是真的从以前开始，从还没进这个团体之前，我就一直都觉得灯箱就是一个有一种偶像的标志吗？我不知道，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象征的意义，所以我真的就是如果有的话，我真的会很开心，我会很感谢大家。好，这就是我对灯箱的想法。然后我觉得
现在灯箱越来越多也很好，就是帮各位成员多了一些宣传的作用，就是毕竟是在捷运站，所以大家都会路过，然后大家能看到，如果觉得哎这是谁，然后可能会去查的话，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再好不过的事情。这就是以上我对灯箱的想法。然后再来是我对地偶的想法，我觉得就是都是不同的工作吧，我没有特别去研究这一方面，所以我也不好说什么。对，因为我怕可能一又一不小心讲错什么东西，因为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去涉略这个，所以我不知道就是也是一项工作。对，加油我不知道，就是都是工作，都是喜欢的话就去做，就是这样，想尝试就去尝试。我想交流看看吧，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想交流，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上的交流。那如果是问我，应该不是问我这意思。好，对，活动上嘛，活动上可能要公司安排哦。当然有机会当然是好啊，就是有什么机会，我觉得都是好事，不管什么机会。都是好的，有机会就是能尝试就多去尝试，能做什么事情有机会就去做。对，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呢，那也是可爱有魅力的 rating， 谢谢谢谢。第一次问我的小粉丝有什么建议吗？我的建议就是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太紧张哎，因为虽然我们这样讲，你们一定会紧张。对，带名牌，然后你可以先自我介绍，我觉得先自我介绍蛮好。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不要一进来就问说你还记得我是谁吗？这样子，如果不记得的话，不是很尴尬吗？多问一点，已经来不及了，好吗？已经来不及了，就是不是说大家不能问，而是我觉得如果你问，然后你又没有被认出来的话，首先我们会尴尬，然后你可能自己心里也会不好受，这样子两方都不太好吧。母手是怎样？母手不是说大家不能问哦，大家问的话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就是我当然可以理解大家想要被记得的心情，但是我觉得被记得呢，被记得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不是说我们不记得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就是可能我们真的很久没见或是怎么样的，我们就是会忘记，我们一定有想要去努力的记住每一个粉丝。我自己是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是一定有心思是想要记得每一位粉丝的，但是问我是谁吗？我会傻眼的，我会傻眼。所以就是有什么建议吗？你可以先，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你有想说的话你就直接说，因为我们一定会听你说。然后就算是就是突然一起讲话的时候，我们让你们先讲的话，那就是绝对是你们可以讲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定会比较想要听你讲，毕竟这是你可以交谈的机会，所以听你讲也会比较好，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就是我自己跟我握手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怀怀真的是可以先不用，好不好？可以先不用。对，然后首先是先自我介绍，我觉得自我介绍还蛮重要的。就是如果我去，我以我自己如果去我偶像的握手会的话，虽然我的偶像不会有这种事情，但是没有关系，就是先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如果我跟我偶像握手，我会先自我介绍，然后我会说，我为什么会想要支持你？就是你很好，我对我的偶像就是我喜欢的，对，就是偶像的话，我就会先跟他说你有多好，就是谢谢你之类的，blah blah blah blah， 就是
就是我也想要告诉他为什么我会想支持他，然后你很值得被支持，然后因为你我得到了什么，我获得了很多之类的。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很远吧，很远吧。因为我跟他说，我现在在看的是我在学英文，我现在恨不得我英文立马变好。哇，真的是，我觉得大家真的学一个语言，就是要先去找一个那个语言相关你喜欢的东西。所以先不用，好不好？先不用。对，我觉得这样吧，而且。就是讲这些话的话，我相信你的偶像，不只是我，就是不管带，不管去握谁，或是去跟谁握手会的话，见面会的话，就是你讲这些，他们一定也会觉得很感动，就是知道你是知道有人在支持自己，支持自己，然后知道，自己还有人喜欢着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就是，不是，就是讲出来的话，我们会更容易接收到，所以我们会更感动。不是说大家不讲出来，我们就不知道，但是就是要在合适的场合讲，然后在合适的场合讲，然后。在合适的场合，在合适的时机点，看到还有应援自己的东西，或是知道有人是真的有在支持自己的话，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就像大家的每次握手会讲，还有圣诞特之类的花，对，是真的会觉得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差不多就是这样。总而言之呢，不要紧张，我们人都很 nice， 我们一定都很温柔啦，不用紧张，我们都会想要让你讲。所以就算我真的对，就是如果两个人同时说出口的话，我们一定会让你先讲。所以就是你就讲吧，不用害怕，不用害怕被打断，我们没关系，就是你就讲，讲你想讲。再来是。其实我没有很看得懂这是一个问题还是这是直述句，但我就当这是一个问题了。对别人期望呢，是不是不要说出来都会被认定成说教，所以还是不要说比较好。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讲话的方式的表达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说问题，就是这跟表达方式很有关系。我们的唱歌，我们的歌很好听，很青春。谢谢你，谢谢你，可以多去听，多听，多听，多听，会多支持，谢谢。对，这真的是表达的问题，就是看你怎么表达。像是如果你很直述的，没有很婉曲的说。也不是说一定要很婉曲的讲，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绿色的到底是怎么样，这个绿色的是我当机还是你们也看得到这个绿色的，没有吗？你们没有看，那是我手机的问题。我觉得讲话很直这件事情呢，我自认为是一个讲话很直接，但是我觉得讲话很直不是说哦我讲话很直所以我就会伤到你，就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你讲话很直，你要去思考你讲话很直，但就算你讲话很直的话，你要怎么让人家不会那么被你伤害到，就算你讲话很直，你还是有别的方式可以不要那么直接的，就是讲话很直这件事情跟伤害到人家这件事情是两回事哦。有些人讲话很直，但你会觉得哦，他讲的就是好像 一点醒我嘛，就是没有被伤害。但是有些人就是讲话很，我觉得讲话很直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把讲话很直接讲话白目，这因为当然一回事，但没有，这是两回事哦，大家。就是讲话很直，这件事情是无关的。我不知道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所以我就你觉得可以就可以。这就是看人啊，如果你身边的人接受，那是也不知道能说什么。谢谢熊熊的和你一起，谢谢。如果你想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不是说变成一个更好人，就是看你怎么定义你自己，看你怎么定义更好吧，看你想不想改进啊，看你想不想，看你觉不觉得那是不足，如果你不觉得那也是没有办法。对，就是这样。好，就是总而言之呢，这个我觉得如果它是问题的话，我的想说的是它就是一个表达的说话的艺术啦。如果你先表达有期望这件事情，我觉得不会是说教，因为你喜欢它， 你想要让它变得更好，所以你才会对它有期望，不是吗？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如果你想讲的话，你可以先说好的地方，然后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样子不太好，所以你有什么期望之类的，就是你要自己去。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说，你要讲话之前，你可以先想想看这件事情，如果是别人这样直接对你讲的话，你会有什么想法吧？就是同理一下，如果你这句话对别人说，你说的这句话对别人说，然后如果这句话是别人对你说的话，可以先这样想想看。如果你也是不喜欢被说教的人的话，那这个是很有用的。对，然后再来是，我想想啊。再来是，好，我说到很多想我的留言，来想大家，我也想大家，很快就要见面了，大家很快就要见面了。再来是这个回过哈，就是如果有点想问当下应该说什么呢？我觉得说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人是最好的吧，最好的。我觉得当粉丝就是要让偶像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你，这样子。明天公演看不到我，没错，但是看得到我们可爱的成员们。再来是有没有想让自己忙起来不去多想，有没有能推荐的事情呢？我觉得啊，扇子还是会带着，毕竟你的扇子是两面的嘛。哎，是吧？你扇子是两面的吗？好了，不戳破你，谢谢大家，还是带着我的应援物跟穿着我的圣诞 T， 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谢谢大家还带着我的应援物，好像我在现场一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哦，你每个生日都是主语吗？是吗？真的假的？那谁是双面的？等一下，好，你很难过吗？对不起，不要难过，这只是一个玩笑，就算你是双面的，我们也不觉得怎么样，就算你是双面的，我也很开心啊。别难过，不要走心啊，走心最麻烦了。怎么讲？虽然我会觉得大家走心就是纯粹是大家的心灵的问题，但是大家走心还是会很难过，好不好？大家不要走心，不要难过，你是单面的，我下次会注意看的，好不好？我下次会注意看每个人的扇子都是单面的，不要走心。
雪茄也可以一面两用，不要走心啊，大家！不要走心，不要走心，是单面的，收到，单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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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起来了，我记起来了，我的粉色扇都是单面的，好不好？都是单面的，啊！不要再好用它了，不要再好用它了，疯掉，疯掉！走心大将军。不要再走心，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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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心。好好，我收到了，我下次真的会非常非常注意看你们扇子，就是单面的，好不好？我会记下来的，我会记下来的。不要走心了，哼，不要走心，我要下一题哦，不要再走心哦，我已经，哎，真的，嘉瑞还正好是同一题。不要再走心了，不要走心了，不要走心了。不是记得是怀怀，不是吗？好，那为什么我会觉得你的扇子是单面？哎，是双面的、啊。可是我真的就是我每次看，就是公园会看到大家的扇子吗？因为我可能看的时候，因为我不是看到，因为我不见的话，我就会看到品涵的。然后品涵的不见的话，我就会看到我的。可能我以为它就是双面的这样子。你知道吗？你是把两把。是这样子，好好，对不起，我误会你了，是个误会啊，这是个误会。好了，我们不要，这是个误会啊，这是个误会。对啊，对啊，这样就很像一把呗，这样就很像一把呗，真是的。真是的，好了好了，大家走心我也不管大家了，大家走心就自己走，不要让我知道，好不好？我没有什么，我没有精力去管大家的走心，我自己也很累了，没有啦，但大家就不要走心了，不要那么容易就走心，好不好？这样就走心，能被记住就很不错了，还要走心哦，要求很多哎、欸。真的是能被记住就很不错，有被看到就很不错了。波浪鼓，我真的要笑死！波浪鼓，哎，我真的跟大家说，就是能被记住，真的就是一件，真的是很已经够好了，好不好？能看，光是能看到他本人，看到你喜欢的偶像本人，那就是一件奢侈不过的事情了，好吗，大家？大家请牢记我这番话，我真的是不知道讲几遍。但别人看不到，对，但你现在看到啦，你现在看到啦。所以我们没有，不要再挖坑给我跳，你们这群人真的是够了够了。好的，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啊？你手真的是我。我是不负责躺在那回的，大家自己去打架，自己打架好不好？去练武室打。好，有没有人推荐你做什么事情？纯粹就是你太没有啦，我本来想纯粹就是你太闲，总不行，没有能推荐做什么事情吗？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我可以不要想要这么真实吗？我一向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啊，我没有办法假装，我没有办法假装。谢谢阿 K 啊，就祝你哦，谢谢。但我刚刚花那么多时间在处理走心的人身上，这样没走心的人是不是很可怜？所以我就觉得。大家不要再走心了，就是大家走心对大家都很不公平，所以我特别不喜欢注意走心的人，所以你们走心根本就不是我的问题，好不好？发疯哎、欸，难过就是走心啦、啊，我这样就会觉得，对啊，这样子。
直没走，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就变成炒的有糖吃？是不是？对啊，不可以，这是一个不好的，这是一个不好的，怎么讲？哇，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我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好不好？没有没有，这是一个误会，没有谁的错，就是一个误会而已。这就是一个误会，大家就不要去多想了。所以没有走心的人没有得到我的，就是不要走心。我刚刚是说大家都不要走心，好不好？大家都不要走心哦，不要再走心了，大家每一个每一个谢谢帮都不要走心了，好不好？不行，不可以有这种那边有糖我也想吃的想法。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是例外，就是。你好，大家要用多久啊？这个梗有时候就是这就跟就是可能我们会指到谁，或是我们的彩带丢到谁，没有啦，不是在否这件事情哦、喔，这是我提出来另外讲，就是不是否刚刚不是否刚刚这件事情，是提出来另外讲，可以用五年吗 ？OK OK， 就是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但是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或是分享给不知道的人嘛。就是这就跟抽奖是一样的，就跟像是我们的彩带丢给谁，还有我们饭撒往哪边撒。就是首先呢，你就要先保持这个能得到饭撒就是幸运，而不是为什么没有得到饭撒，就是为什么没有拿到彩带。这就是一个运气问题而已，大家，我们没有偏心或是怎么样，就是刚刚好，我们可能就是面对那个方式，没错，就是大家都要想成，就算犯傻往左边，而我在右边，那也是我的犯傻，大家要养成这个非常良好，你就会觉得天哪，他背面的犯傻也太可爱了吧，懂吗？懂吗？大家懂吗？懂吗？就像我对那边比爱心好了，你后面不是也谁看到吗？是不是很棒？办法会转弯，没错。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好不好？好吗，大家？我真的是觉得，大家就是要抱持着这个想法，这才是真正的追星，好不好？这才是真正的追，也不是说有假的追星，但我觉得这样的追星是会让你最快乐的追星。你要这样想，我也是没有关系，就对，没错，就是这样，你说的都是对的。OK OK， 好，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好，我要说，好，我刚讲一半，我觉得如果你想转移注意力的话，你想转移注意力的话呢，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去看影片，看影片你就可以不用动了，你就会把你的注意力就会完全 focus 在影片上面，所以呢。首先就是看影片，再来是玩游戏，玩游戏也是一个很容易转移注意力的，或是你可以去看小说，或是你可以去玩乐器，或是呢，我最推荐的一个方法就是睡觉。我真的很喜欢睡觉，大家就是睡觉的时候，你不是会先躺下吗？然后你眼睛会先闭上吗？等一下。想到有点烧瞎，不会睡不着吗？逼自己睡啊，睡起来你就觉得好多了，真的相信我。我最近就是很喜欢睡觉，然后我连就是我想要直接入睡，就是我不想有那一段变得想睡觉的期间，我想要直接入睡，因为我想要赶快睡着，就是睡觉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因为你睡觉你就完全没有，你没有意识啊，所以你的注意力就不会，根本就没有注意力这件事情，大家懂吗？就根本没有注意力这件事情啊，你就可以睡觉，你还可以休息耶，而且你多睡的话，你的食欲就不会上升。等一下就提到外话，大家知道就是如果睡比较多的话，食欲会比较小，就睡眠充足的话，食欲就不会上升，然后。什么意思？谁？等一下，你连到蓝牙了。等一下，这是一个事故，这是一个事故，这是一个。
紧张，因为我不希望大家就是听到一些，这是一个事故。没有，因为我比较怎么讲，就是也不是说这，我觉得算是比较私人的东西，我不希望大家。就是一个事故，但虽然也没有在播什么别的东西，就只是可能就只是一个影片而已，然后我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是正常的影片，但就是你又打好可怕哦，我可怕的是我太激动了，因为我觉得怎么讲，因为我觉得这有点戳到我的，就是怎么样，因为这是有关我家人的东西，我不希望我家人就是我不希望我家人透露出太多消息，对，就是我自己也很在意我自己的隐私，这有点像是隐私，虽然这只是一个影片，但是毕竟就是不是我给大家看的，是一个不小心给大家看一遍，所以我觉得对，所以我会特别激动，我被我自己太激动吓到了，我是真的很激动哎、欸。太激动太激动了，大家请忘记我刚刚太激动，我真的太激动了、这就是一个事故。有吗？常常做梦，做梦很忙会吗？我觉得做梦，我有一阵子很喜欢做梦耶，就是会觉得做梦很有趣，但是其实做梦是睡眠品质不好的象征哦。其实每个人都会做梦，只是看你记不记得而已。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可能就是你睡眠品质比较好。反正就是知道自己有做梦，就是有做梦这件事情是，就是你可能意识到自己有做梦这件事情是睡眠品质不好的象征。课本拿出来就。可以啊，那就去睡觉啊，去睡觉就上班直接入睡，醒来就会觉得好多，然后老板就会这样也觉得不好。我很容易做梦吗？要看欸，看我那阵子的状况。我有一阵子很累，就是完全没做梦，就是每天都睡得很安稳这样。我也可以，我也可以睡很久。我假日差不多十小时起跳吧。哦，对，我有听说有人可以改变梦境。我朋友他可以改变梦境，我朋友超厉害的。他说，就是他可以改变梦。然后我记得我有成功改变过一次，就是我想要改变两部分，但我只有改变一部分，这样。有做过什么有趣的梦吗？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梦，但那不是有趣的梦，那是噩梦。是可以试试看的、哦，这是可以尝试的东西。你可以试试看，如果你有做梦的话，因为梦就是对，我做的梦是因为我小时候做梦，不是我的意识到做梦，是你醒来之后知道哦，我昨晚做梦，不是你在做梦的当下意识到做梦。对，如果你在做梦的当下意识到做梦的话，你真的会蛮快就醒了。我的喉咙，梦到我的那个噩梦，梦到我会是噩梦吗？啊，你说我哭的那个噩梦吗？我真的是会笑死，那个梦我真的很好笑。对，那个梦，
我不知道那叫什么、欸、清明梦，学到了什么的，反正就是那叫什么、啊、我的梦，我印象比较深刻，我就是小学幼稚园的时候。哦，真的假的？梦到自己快要掉下去的时候变成别人掉下去。我的梦，我那时候我小学的时候做的梦，不是小学，幼稚园，因为我那个梦做了两快四次吧，就是四次完全一模一样的梦，真是一模一样，所以我就记得很清楚。就是我跟我妈要去野餐，然后我们就拿着野餐，这是一个噩梦哦，这不是一个有趣的梦，我先说这是一个噩梦。然后要去野餐，然后因为真的做了太多次那个梦，所以就记到现在都还记得。我记得国中还是高中，就是可能高一的时候嘛，好像还有再梦到一次哦。那个梦就是在说，我跟我妈要去野餐，然后我们就拿那个野餐篮，大家知道吗？就是很典型的那种野餐，然后上面还有红格子的布这样盖着，然后我们要走到一个很漂亮的花园，然后那个花园有一个拱门，是铁环铁做的，黑色的铁做的拱门，然后很漂亮的，然后又绕圈圈，就是有花，就是有样式，然后上面有很多草然绕在上面，大家有听懂吗？就是很梦幻的那种拱门。然后原本我们走到快要走到的时候都是很明亮的，为什么突然开始讲噩梦啊？大家真的想听吗？然后大家真的想听吗？这是一个噩梦哎、欸。然后就是。然后就是快要走到的时候都很漂亮，都很漂亮，就是一个很梦幻的场景，然后还有阳光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很梦幻这样。然后要去野餐，然后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只黑色的狗，就是那种很大只那种黑色的狗，然后眼睛是眼睛是三角形红色的，就是那种生气的那种，虽然听起来很可爱，没有，那个在梦里是恐怖的那种，你们要想象一下最恐怖的狗，然后红色的眼睛这样，然后还有一只熊，然后也是红色的，有点像圈圈熊，但不是圈圈熊，再逼真一点，偏逼真的圈圈熊，然后也是红色眼睛，然后是站着很大只，差不多应该有像三公尺高吧，三公尺高。然后还有一只黑色的狗，大家不要忘记黑色的狗。然后那只黑色的狗这样，然后就是偏真实的，有点像哦穿着熊，不是穿着熊，穿着熊很可爱耶，是圈圈熊，就是那个很凶的那个。然后那只黑色的狗就过来咬。就是咬我还是我妈，因为已经是很久以前的梦了，所以我其实不是记得很清楚。然后就是咬掉一块肉一个部位的样子，咬掉手还是脚。他真的想听吗？大家真的想听吗？对，然后我们就很惊慌，然后那个熊就过来，然后要扑过来，然后基本上在这个时候我就会醒，差不多就是这样。大家怎么会信噩梦？大家怎么会想要听到噩梦？就是有流血，我尽量美化，客观的，就是咬掉好像一只手臂还是大腿嘛。之类的，这样子，差不多就讲到那只熊就是扑过来，然后有可能就吓到我就会醒，基本上我到这个时候就会醒，差不多就是这样，这就是我最有印象的梦。还有一些梦是梦到偶像，就不多说好不好？这个我自己私藏。然后呢？
有人问说身体哪里不适吗？怎么没有去公演？就是膝盖的关系，所以没有去公演哦。眼睛都不太紧张了吧？很多一模一样。你告诉你的是，你说梦中梦吗？梦中梦我只梦过几次，梦中梦也蛮酷的。啊，我梦过梦中梦中梦，哎，梦中梦中梦，对，我梦过梦中梦中梦，就是我梦到的梦中梦。第一层梦中梦是我在闪电十一人的足球场，然后呢，我在闪电十一人的足球场，然后他们不是有那个社，就是有校舍嘛，然后校舍就探出头，校舍就有一个人探出头，好像是主角吧，我忘记是谁了，然后就说这个是梦哦，我就说哈。这是梦吗？然后我就醒了，我在梦里的那个我就醒了，但是我没有醒，酷吧？就是我就逃离原本的那个梦的世界，我就逃离那个足球场，然后我就跟突然到一个吃板豆的地方，然后我跟我朋友吧，我不知道我已经忘记我旁边那个人是谁了，然后我就跟他可能吃到一半想要去散步，怎么会有人吃板豆吃到一半想要去散步？真的是无解。然后又起来，然后又走，他就散步，然后走一走，然后我刚刚走一走就看到，这又是有一种偏恐怖的感觉。我的梦基本上没有很可爱，我没有可爱的梦，所以就是我不是少女的梦，我基本上没有做过什么少女的梦，除了梦到偶像可能比较少女，其他都没有比较少女哦。然后就是我跟我朋友就走一走，然后就有一个灯塔，不是灯塔就是路灯。然后路灯那边就突然探出一个很像就是大家可能想象中的鬼，然后我就想说嗯，我怎么看到鬼了，这是梦吧，然后我就捏自己哦，我真的捏，我在梦里捏自己哦，然后捏了之后发现不会痛，然后我就说嗯，这是梦，然后我又醒来了，但是我没有真的醒来，我还是在那个梦里，然后到后面不知道是做了什么梦我才醒来，酷吧。记得跟我握手的美梦，昨晚都不会记，那很好啊，那就是睡眠品质非常好。偶像归偶像，归零，什么零高归零高，这个蛮好笑的，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偶像归偶像，零高归零高，这个不错，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这个好棒哦。谢谢，这是谁啊？因为我一直有跳出那个绿色的那个，就大家看不到，但是我这边一直跳，重复跳出。等一下我要去放音乐，啊，不想动，不想动啊。天哪，不知不觉也播两个小时了耶。我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我想一下要不要继续念，还是下次再念，好，等一下再说。谢谢 Tuna 的钟情玫瑰，谢谢 Tuna。 对，有一则是说上两个月就可以见面了，然后没有发，但是一直很喜欢我，真的是很棒的偶像 Daisuke， 这个真的是蛮感动的。 Daisuke みんな大好き。我最近我觉得我的日文可能微进步哈，因为最近一直在看日本综艺。对，那个应该是 bug。谢谢，等一下我没有念的。谢谢工大的陪你看烟火，谢谢工大，工大好久不见，谢谢工大。谢谢熊熊的一封信，所以没记住第三层，对，没有记住第三层。这个没有很油，这个还不错，吃太撑。知道自己在做梦，没错，就是知道自己在做梦，但是没有醒来，酷吧？
梦到一百块，哇塞！天哪，这真的会很慌张哎，这超慌张的耶，真的、哦。好想梦到有偶像的美梦，这个真的是百年一见的，我也不是很常梦到，就是真的很偶尔，很偶尔才会梦到一次。原来那一块肉的部分有淤青吗？没有哦，是我常咬人的关系吗？应该是没有关系哦，我幼稚园的时候还不会咬人，我是长大之后才会咬人的。看东西都会进步很快，是吗？对啊，我头发很长了，我也觉得。可是我跟大家说，我每次留到这个长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烦。我已经想剪掉了，但是我想要，因为我想要留到这边，我想要再留大概这是多少五公分吗？差不多再留五公分吧。可是我每次留到这个长度，我就觉得很烦躁，而且我就觉得它是不是又没有在长？哦，因为好吵，好烦哦，又要再站起来了。刚刚那个音乐有点太大声，就换一个。不是说它不好听哦，它也很好听，只是因为我在讲话的话，它可能会有点影响到我。哎，我也不知道哎，这是突然，真的是一个突然，我就会咬人了耶。好像是国中的时候，应该是国中开始的，可能我朋友对我太好吧，我朋友真的对我很好，没有哎、欸，我独自住超棒吗？谢谢，会更加进步。因为脚受伤。中耳的症状吗？不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小时候应该不是，也不是啦。我觉得我不知道哎、欸，我其实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很像兔子哎、欸，好像很多人都说我很像兔子，但我自己是不知道。对，好了，差不多可以念完了。到目前为止最喜欢哪一件制服？我最喜欢小橘，我最喜欢的制服是小橘。不知道，就是感觉虽然我也没有很常穿那件制服，但是没错，一开始是阿贝桑教的，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对他特别有感情，特别喜欢它，但是我也没有很常穿那件，说真的。嗯，我穿的制服是小橘，小橘真的很漂亮，小橘不管远看近看都很漂亮的一件制服。芒果，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怎样才算是第一套。最喜欢的是小橘。公演的话，嗯，我想一下哦。公演的话应该是王子殿下。穿起来很麻烦哦。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哎、欸。应该是真的扣子的那种会比较麻烦，就是因为我们的扣子，因为我们为了快速换装的话，扣子其实会变成拉链，就只是外面是扣子的形状，或是
魔鬼战，他应该知道这个吧？哦，对，企鹅算是蛮那个。王子佳佳很可爱，制服抵抗也很喜欢。但是如果以就是精致只看衣服来说，制服抵抗是喜欢他的歌。独自住其实不会很麻烦哦，就是如果是真的扣子的话会比较麻烦。对，嗯，但我全部如果以全部来说的话，我最喜欢小菊，希望能再穿到小菊，我真的好喜欢小菊哦，小菊真的很好看。原来是口腔期吗？不是人太好，是咬他，他好像也没有生气，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开始咬，真的是无解。不过还好，毒蜘蛛是那个手臂那个流苏，要舒要顺比较那个一点。辛苦了，辛苦了，上班辛苦了，加油加油！有特别有关注泰国总选吗？还有最有特别关注的成员吗？我没有关注总选，但是我有特别喜欢的成员，就是一家也喜欢的成员，就是 C 他，我很喜欢他。只希望今年升格，对，我也很想升格，一直都以升格为目标。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呀，这一点就是没有，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看我就是会，我觉得我算是会一见钟情嘛，但是不会一见钟情的一眼就会超喜欢他这种，就是会先觉得他好像好好看哦这种，然后就会喜欢他，然后会慢慢慢慢循序渐进的喜欢他。小次郎。没错，有可能忘记，应该是哦，应该是。虽然很不想，哦，不能讲吗？好烦哦！高中毕业真的很久了耶，还是长了耶。好，特别喜欢 C 塔。但是没有特别关注活动的部分，而且 C 塔不是常常 cos 很多别的动漫角色吗？哦，怎么好看，好好看。然后还有完整的韩 mix 是什么？我连 mix 都不知道是什么。觉得年纪不是一个衡量久不久的问题，年纪跟时间是，年纪跟所花的时间是，所花的时间是一样的。胡火那个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现在还是高中生啊。但是其实，哦，你说 AKB 吗？Tiger Fire， 哦 ，Tiger Fire， 炸炸！我只会喊 Tiger Fire， 其他已经忘记了。大家知道刚开始甄选的时候有喊过吗？刚开始甄选的时候，我们自己跳舞有跳过。向前走那一首歌，好像是那首吧，还是另外一首？反正有记忆错乱，就是那时候有雪 ，Tiger Fire， 对，向前走，我没有记错，那首真的是回忆耶，好感动。如果能唱那首，真的会哭耶，真的会哭耶。这那首，之前有那时候有背，但是。我已经忘记了，不好意思。我只有在大家喊的时候，我会跟着喊。我在后台，因为我们会在后面等嘛。大家喊那个真的是一个怎么样？有点像强心针嘛，定心丸。表演前听到那个就会特别开心。这有乱架架，好好笑。
是这样，我不会喊，但是大家在就是一开始就是不是会有那个前面会有我们播的那个很有磁性的那个声音，然后叭叭叭叭，然后大家会开始喊 Taiga Fire， 然后我就喊 Taiga Fire， 我不会喊啦，但是我会做那个嘴型，我会因为我后面基本上会站熊妹，然后我就会跟熊妹讲。哦，对对对 ，Overtune， 没错 ，Overtune。然后小妹就会说：“你很开心哦，这样，差不多。”然后还有架架，然后还有什么 ？Are you ready？ 那边我也说 ，Are you ready？ 差不多这样。然后最后一题我就要关播了，就是有什么歌是最常听不会腻的吗？最近，妈妈，你可以帮我把那个音乐关掉吗？你按暂停就可以，谢谢。我最近最常听的歌是这一首，我最常听的歌都有分享在我的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然后我有把那些歌变成一个那叫什么精选，对对，我有把那个分享弄成一个精选，对，精选这边的歌都是。我很喜欢的歌才会分享给大家，都是好歌，真的都是好歌。我看一下，我最近最常听的歌是这首，这首真的很好，我 一听我就直接爱上。等一下有广告，对，做成歌单，这我录很久了耶，这首。就复活了吗？刚走音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用这首歌结尾吧。这首歌的旋律我很喜欢。还有什么？我最近就是在听 Milva 的出道歌，怎么办？好宅哦！我最近我跟他说我的歌单第一首就是我最近喜欢的 VTuber 的出道歌，然后第二首就是这一首，然后再来是这首等副歌播完。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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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敏感了，等一下，等一下，先不要，这个太敏感，先不要。这首叫做 Polaroid Love， 就是拍立得恋爱，应该吧，翻成中文应该是。这首很好听，会中毒的那种。然后第二首呢，就是这首，就是我拍 TikTok 的那一首。这首也很好听，然后后面的歌就是我现在歌单里面的歌都在精选上面有，所以大家如果想听的话，我没有从以前一直听到现在的歌，因为我很容易会听腻，可能以前很常听一阵，就是我这阵子很常听，然后我就会断很长一段时间。到某一天，我可能突然想起来，哦，这首歌很好听的时候，我可能会回去听，这样子。我听歌就是很怎么讲啊？很，我就是会不喜欢一直听一样的歌，除非我真的觉得它好好听，我就一直听。不然就是我会直接。听，对，我很容易腻，我会直接点那种歌单，就是推荐歌单或是某一个类型的歌。我最常听的歌单是 India， 就是很 chill 的那种歌单，很怎么讲啊，就是很 chill， 然后很不主流吧。的那种擅长听，我刚刚说擅长听吗？真假的，我
对，我听的歌很多，就是但我最常听的就是很轻松的歌，就是 Indie， 大家可以去找 I N D I E 吧，我应该没有拼错。完蛋了，拼错真的是救命 ！I N D I E 吧。对对对 ，I N D I E 这个风格的歌，就是想不到听什么的话，我就会去找那个风格的歌单来听，就是有 K India 或是 India 都可以，就是都是我会常听的风，就是很 chill 这样子，什么都听啦，什么不听。念榜念榜，天哪，我播了两小时就十分钟哎，大家开心吗？再不开心我也是没有办法啦。我今天从第十一名开始念，第十一名是 Rain， 谢谢 Rain， 谢谢。第十名是 Tuna， 谢谢 Tuna。然后第九名是帅欢，谢谢帅欢。然后第八名是小猪，谢谢小猪。然后第七名是熊熊，谢谢熊熊。第六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五名是公大，谢谢公大。第四名是傅维，谢谢傅维。第三名是阿 Kila， 谢谢阿 Kila。第二名是怀怀，谢谢怀怀。第一名是马尔济，谢谢马尔济。哎，我是播了99次，所以是99嘛？真的假的？我播了99次，所以下一次是100嘛？谢谢马尔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不会不会，谢谢大家。哇哇哇哇呼！哦，没错，他好像去领了。黑钻松露。我以为它是吃的，毕竟是松露嘛。没错，握完试玩版的耶，超可爱。之后再看能不能玩给大家看。我真的很希望可以玩游戏给大家看，这样子我也觉得很开心。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很好笑，但是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是好像就是 VTuber。大家开心就好啊！我很喜欢看很多，我不知道，我很喜欢听很多歌啦，就是，对啊，我已经玩完试玩版，真的吗？不知道哎，我想一下要怎么，红功才到97，没事没事，不止99吗？真假的？天哪，我已经超过100场了吗？哦。好的好的，有很认真在听医生的话。我看一下要怎么样才可以让大家看到，不然就大家看不到那个画面会很无聊吧。虽然如果我像就算没有看到画面我也觉得很可爱，就是但是不知道哎、欸、不知道，我再研究看看吧，我再研究看看。真的吗？我在研究看看。真的吗？我怕大家觉得很无聊。好啦，我在研究看看，不然就是真的，就是大家就是看我表情要，就是看我说啊，我被打死了的。对。OK。那么，用镜子照脸。试试看，之后研究看看。反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镜子大法，好，去研究一下。天哪，我播了快要2.5小时哎，姐姐快称赞我，今天姐姐快称赞我，真的很棒。好啦，今天播了也很开心。好，我们下礼拜见，下礼拜也是一样。哎，没有哦，下礼拜可能会提早半个小时，好像会变成一样，会变在6:30。大家在看官方演出公告，我记得没有很清楚，应该是吧。
就这样啦，大家不用太担心，我会好好养身体的，然后在那边过得很开心。